本把《孙子兵法》也列入了百科全书。这部小说为什么叫《水浒传》？这个新加坡有很多观众听众都在期待，这个这是我第一次讲，我感觉呢有这么多女性朋友，还有很多男士来听，这个这一刻的话呢，他们那个有这么大的兴趣，说明那个《孙子兵法》在新加坡，不论是男还是女都喜欢，所以呢，我感觉到非常高兴。我们要用孙子兵法来战胜疫情，是世界和平。谢谢。没有考虑到今天韩老师说的这样的一种角度来论述这些人的一些各种不同的一种做人处事的一些策略嘛，很受启发。这样的一种这个演讲法，这个《孙子兵法》跟《红楼梦》放在一起，我是从来没这样想的，从来没这样想。听了之后真的是很有启发，非常精彩。然后我也看到老师的总结，看到怎么样做更好的女人。我觉得这个。